诸位同学，请坐，<coughs> 请大家 <coughs> 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啊、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晨。 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主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 立欲中尊，皈依僧协主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名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立欲中尊；皈依僧协主众中尊。 请看《大清课注》第六百二十五页倒数第四行，啊，倒数第四行，又彼土时朝人天，应顺于方，实名人天。所云。 陶立四天王天等等，皆是顺方世俗之谈。这几句话了，交代的很清楚。极乐世界确实是很特殊。 跟十方世界诸佛刹土确实不一样。啊，世尊介绍，不得已要用世俗的这些名称。啊，像我们娑婆世界，一个单位世界有须弥山。 欲界天，由四王天，由忉利天。啊，四王天住在须弥山腰。啊，忉利天住在须弥山顶。啊，夜魔以上啊，这是恐惧天。啊，那么用这些来。 比喻况极乐世界，这是不得已。极乐世界，前面我们读过，实实在在是不思议的境界。换一句话说，我们无法想象，就是佛也很难把它讲清楚、讲明。白。 啊，都不是我们意念当中会想到的，也不是我们常识能够知道的，啊，所以称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是无法想象，无法说明，必须自己到那个地方之后，就完全明白了。 啊，你会感到无限的欢喜。我们世俗人说，终于找到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啊，满足我们愿望的一个修学场所，啊，无与伦比啊。 那么经云，比古深重。有在地受经听经者，又有啊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啊，那么这是说极乐世界居民大众。 这些人都是从十方世界，信念持名往生到那个地方去的啊！他们日常的生活，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全是教学，这叫佛寺啊！祝佛如来，他造生，他做什,什么事业？ 就是讲经教学，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一些人，全是学生，啊，学生里面大分呢有三个班，还是用我们这个地方的比喻来说，它有高级班，有中级班，有初级班，啊。 高级班的是十报图，中级班的是方便图，初级班的是同居图，三图都不可思议。啊，不仅说他的高级班不可思议，啊，初级班跟高级班一样不可思议，跟十方世界迥然不同。 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coughs> 他们有在地受尽听尽的，收是接受，听是听闻，受意思深，听的意思浅。 啊，受是真正听明白了，真正齐如境界了，得其会用了。啊，我们经文上常常看到受持读诵。 啊，那么在地面，又有呢，在虚空讲经、诵经、受听者，极乐世界确实随众生的心念呢，想在地面上就在地面。 想在空中，他就住在空中啊，就像我们这个世界空居天人一样，他居住的宫殿楼阁都在空中，右鼻图。 慎重啊，宫殿随身。啊，这一句话很重要。你身在哪里，宫殿就在哪里，宫殿随身。如果你在极乐世界，从我们这个地球上去 想回来看看，你回来了，你的宫殿也来了。无论你住在地面上，住在空中，你的宫殿都在。啊，都是跟着你的，没离开的。啊，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交通工具。 啊，居住的宫殿就是他的交通工具。啊，想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可以停止在空中不动，也能在空中任意飞行。啊，故知七国宫殿呢有举空者。 这空是空中，宫殿在空中啊，游在地者，游在地面，游在空中，故以夜魔是空居天，陶立是地居天，啊，来做比喻啊，经中。 超世西游平乐，但因顺于方术于方极乐世界以外的诸佛刹土，啊，各个地方的风俗不一样，佛为我们介绍。 顺于方俗，在我们地球上讲，都是顺我们地球上居民的风俗习惯。啊，佛举的比喻，我们能体会到。啊，如果随顺他方世界的诸佛刹土的风俗来说，我们听不懂。 啊，这就是佛以应以什么身说法，实现什么身。应该给他说些什么法，一定适合他的程度，适合他现前的需要。啊，这样才切机切理。那么经中。 超市西游评》里都说：“但因顺于方俗，故有天人之名。”啊，固知天人于天，皆是。 随顺俗之术，啊，这是大经上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楞严经》上所讲的“随众生心，因所知量”。 啊，众生心有感，佛菩萨自然有印。啊，感的人有有心，有无心。啊，有心无心都能起感的作用。啊，佛于化身菩萨的印，确实没有心。 这个一定要知道啊！佛于发生菩萨完全诚信啊，自信是无比的灵敏，极其微细的感，他都知道。 啊，像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自信能够清清楚楚接受到。啊，受到这个感呢，它自然就有应。与。 变法皆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就是有感的众生。佛菩萨有因呐、啊，丝毫不爽啊！啊，没有一次错误。 啊，这是现德，现德的确是地德，经中称之为地业异地，就这个意思。啊，极其危危微,微的念头，我们自己还没发觉。 佛菩萨统统,统知道了，也可以说，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巨大而没有边际的感应体啊。那么，经中所说的都是。 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coughs>，国界庄严清净，我们就学到此地。现在，请看底下这一课，珍宝庄严啊。 故土是医报啊，这介绍过了。现在再给我们介绍正报，正报呢，先介绍主，主是阿弥陀佛啊，我们要认识他经文。 分四小段，这一篇《光明遍照》第十二啊，义报是过街严禁，正报是光明遍照。我们看注解。 前面第十一品过际银谨品，写衣薄庄严啊，一是生活环境，学习的环境啊。那么今第十二品与第十三品这两品节。 写正报庄严，啊，正报是人；一报是环境，物质环境。光明遍照，是身边设防；寿命无量，是数穷三季 啊，先给我们介绍的是光明遍照啊，佛的身，佛的法身，法身没有形象。 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他在哪里？他无处不在，他无时不在。 他是一片光明，在镜中称他为长吉光啊，长吉光可以称人，也可以称环境，人跟环境全是长久。 设长机光图可以，设长机光的身也可以。心图是一，不是二。啊，在长机光就被光明统一了，一片光明。 所以叫变照啊！啊，本品赞扬弥陀光明，首赞弥陀光明的独身，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独圣是对诸佛说的，大乘经上常说，佛佛道同，佛法平等，没有独圣啊，但是阿弥陀佛很特别，他确实有独身，就是。 一切诸佛了，不能跟他相比的。这是什么原因？诸 <coughs> 佛菩萨在因地发心，每个人都发了，众生无边是愿度 没有一个人不发现。那么这个心是不是兑现的 <coughs>？那就各各不同的有人兑现的少，有人兑现的多。那 <coughs>、啊、我们用百分比来说。 有人兑现了几分，有人兑现了十几分，有人兑现了几十分，都没有圆满。啊，为什么净缘不相同？啊，唯独阿弥陀佛是圆满兑现。 一个不漏啊！这个意思，我们在前面都读过啊。光明独胜，无处不照。 无时不照，阿弥陀佛，有这个愿，愿十方世界一切祝福称赞他的名号。 一切诸佛如来都欢喜，都赞叹，都不辜负他，为他宣扬。为什么？一切诸佛度众生的愿是相同的，巴不得众生呢，赶快成佛，现在就成佛。 这是佛心的、啊。佛虽然有心，众生都有缘。众生没有缘不行的、啊。众生的心愿跟佛的心愿不一样啊！啊，众生流念世界。 你说的再好，他也舍不得离开自己。啊！他粘在这个静缘之中，这个静缘的力量很大啊！经商常说，心福众生。 三无差别，这个力量是相等的。啊，这三个说心，那个心是自信。自信本具的功德，不可思议。 啊，佛的功德不可思议，众生的业力也不可思议，啊，力量几乎是相等的。我们修行，把我们的业力远离这个世界。 啊，也就是要把这个时间全都放下，跟阿弥陀佛的威神结合在一起，这才能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 超越一切诸佛刹土，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搞清楚，啊。不搞清楚，我们要怀疑，怀疑障碍我们往生。 啊，怀疑的人还很用功，啊，像赌博一样，啊，万一是真的呢，那我不就赌赢了吗？啊，要是假的，就算了吧。啊，他抱着这种心态，赌博的心态，他也往生了，生到极乐世界。 遍地遗尘也不错啊，那也不推转了啊！遍、啊、地遗尘里面最多五百年，五百年是我们世间的五百年。这么长的时间之后，他会回心向善，他相信了，不怀疑了，不怀疑就入品。 啊，三杯九品的下下品呢，它也是一品的、啊，那就是极乐世界的菩萨，不是假的。啊，这是首先赞叹阿弥陀佛。 光明独身啊，第二段呢，显示光明的阴身，这个要知道啊。佛光是果报，的阴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第三，行十二光之神明 无量光，归纳为十二啊。教授学习就,就方便了。末后一段，写光明妙用之书生。啊！这个光明利益一切众生。 请看经文 <coughs>，啊，这第一段，星光独盛，啊，这个里头分两小段，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微生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 横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位上下了，也佛如是。佛的威生光明，遍照十方。 我们看念老的主题此品乃阿弥陀佛第十三愿、四十八愿的第十三光明无量愿，于第十四粗光安乐愿的成就。 啊！初次接触，你见到佛光了，你感受到佛光照你了，啊，这就是粗光暗路。啊，那么第十三月。 光明无量，绝生诸佛，这原文里头有这一句啊。慈愿成就啊，故阿弥陀佛为生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啊。 这个原因就是我刚才提提醒的，阿弥陀佛在阴地发藏比丘，他发的愿是圆满的，是究竟的，这怎么说呢？ 他圆满兑现了，究竟成就了啊！一般人也发现众生无边是缘度啊，没有尽心尽力了。 只有阿弥陀佛是全心全意啊，啊，别的菩萨，别的佛，啊，做到百分之九十不错了，总还有一些欠缺，不是真正究竟圆满。 真正究竟圆满呢，就只有阿弥陀佛一人，所以诸佛赞叹他啊，这是慈悲心特切。对于一切在六道轮回众生。 佛生了真正的灵悯心啊，而且有真正的智慧，巧妙的方法帮助你一生成就。这是阿弥陀佛。 啊，那么诸佛的插图，佛与众生业力所感的啊，佛的业力是清净的、新鲜的，众生的业力有染净、有善恶啊，所以。 有十法界，十法界是燃尽，四圣法界是净土，六道是秽土，就燃尽。啊，秽土六道里面有善恶，啊，六道有三善道有三，有善恶。 众生的业力所感呐，这么变现来的？啊，佛力虽然慈悲加持，我们自己的业力能量非常强大，如果不跟佛力结合，得不到佛法的利益。 要跟佛法结合，融成一片，这叫学佛啊！那确确实实可以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也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得到佛的价值？很多人都想，有没有得到的有，得到的少分。可能得到的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是什么原因？心不相应啊！佛用的是什么心？清净、平等、正觉啊！那我们的心是染污，是不平，这个就不相应了。 这是大事，写在经题上啊。经题是这一部经的总纲领啊。啊，大臣，无量寿庄严是果的。清净平等学是因性。 有清净平等觉的因，就能够感大成无量寿庄严之果，因果丝毫不爽啊！啊，我们没有把这个搞清楚。 没有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所以学佛怎么学都不得了。那古人所谓“各需少养。少不得养出”。 啊！我们要怎样把我们修学这些障碍解除？啊，让我们容易其入，镜中的契入。 就是往生净土啊，功夫与经上讲的阴险，有多少分的相应啊，就是清净平等觉。 相应越多，品位越高。啊，这就是记录世界的四图三倍九品质由来。我们看下面注解。 至于复古平等，光明合一，这个问的好啊！臣服是平等的，佛佛道统啊，是没错。为什么光明不一样？望西施大曰。 但这是日本净宗的祖师，长通长别，他大的妙啊！祝福妙德，内政随同啊，本愿别故，光有神力，这个说的很好，说的很清楚，因心见性。 心得是圆满的，你既然进行，你全都得到了。啊，你跟一切祝福没有两样，叫内真随同。啊，可是，在没有成佛之前。 你发的愿不一样啊！啊，同样的愿，愿力有前生广狭不一样啊，唯有阿弥陀佛，他的愿真正是。 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啊，这个可以说是就近圆满的大愿。他的愿不是空愿，他做到了。 在成就极乐世界之前，他用了五大劫的时间，啊，经常没有说中介小节，就是大节。啊，五大节这么长的时间，到十方诸佛刹土去考察。 佛门里叫参学，啊，现在人叫考察，叫调研、调查研究，啊，取人之长，学人之短，极乐世界这么来的，啊，那么一切诸佛成佛。 没有这个经历，没有这么做过，只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就是他无界考察的结论，无界调研的。 总报告，那么极乐世界就从这个愿力变现出来的啊！这个世界没有人设计。 没有人画图，没有人施工，不是有违法，他是自信自然变现出来的。自信有这个能力吗？ 能够自然变现吗？啊，那我请问你一,一句：你有没有做过梦？你在做梦的时候，梦中有很多境界，有没有高楼大厦？有没有山河大地？ 啊，有没有很多人物在活动？有。从哪来的？是谁造的？啊，梦中高楼大厦，什么人造的？没有人造啊。 啊，为什么会自然变现出来？啊，梦中境界可以变现。设法界一真庄严，古人讲那是一场梦。梦里明明有六趣，嗯，后空空无大千，夜长梦啊。 古人的梦是慢慢来呀、啊，现在人发明了科学技术，加速度在造业，啊，步调快了，啊，是不是好事、啊？未必是好事。慢慢来是个平安平稳的道路。 不会出乱子，速度太快了，怕出轨呀、啊，风险大了啊！高速公路是快捷，容易出车祸。 一步一步走，不会出车祸、啊，稳当啊！啊，是科技带来的文明，是福是祸？很多人在研究这种事情，啊，是利还是害？ 是福还是祸？真正要认清楚。啊，汤恩弥博士对这个事情，他认为。 人性的教育要赶紧追上科技，科技对人类才真正是福。如果人性教育赶不上科技，科技带给人类可能是灾难。 而且将来是一种惨不忍睹的灾难啊！这个事情已经慢慢在酝酿，渐渐在形成，不能不留意。 啊，那我们在这个时代，啊，实在呢，这个话是汤恩比博士首先提出来的。啊，那是在上个世纪七零年代，啊，也就是五十年前。 啊，告诉我们，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啊，那么这两样东西都在中国。啊。 都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两家的东西都是主张缓慢，不主张太快。啊，这两家都是人性的教育。 啊，孔孟集成中国传统文化，叫人什么？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十二个字完全包括了。啊，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十二个字都能做到，这就是中国标准的神仙啊！十二个字都做到了，都能够拿到九十分以上，人。 啊，能够拿到七十分以上，贤人；啊，能够拿到五十分以上的君子，圣贤君子。那么科技在他们会用的很好，啊，会给大家带来幸福。 不会有问题。啊，如果人性的教育赶不上科技，麻烦就大了。 给人类、给地球真的带来大灾难。这个灾难是什么？核武、生物化的战争。他在五十年前就在那里喊了、啊，希望这些大国。 停止制造核武，啊，停止发展核武，没人听啊！拥有核武的国家继续还在造。希望的时候。 科技往上提升，啊，核武的威力呢更大。没有核武的国家想造，这个念头不好啊。啊，最好的念头是停止已经制造的。 停止，没有制造的不走，不走这个路子。唐太宗附体这个碟片，我看过。最后，他说他忏悔的话。 啊，当年夺取政权用武力，错误的。他是用武力得到政权，杀人太多，死了以后都无间地狱，错了啊！告诉我们呢。 文化啊，佛法能够治国平天下了啊！用这个方法得到政权是温和的啊，不造这种罪业。 后悔莫及，这那个时候不知道啊。要知道，决定不会用战争这个手段啊！大乘佛法用真舍智慧，真舍立业了，大慈大悲。 啊，教人三伏六火，三学六,六度啊，四摄十元，这是多么好！啊，这是祝福插图里面的方法啊，极乐世界的方法就更妙。 真正是妙不可言，你看他用的是光明遍照啊，光明遍照的真正的用意在哪里？接引众生啊，这一招对于。这 所有一切众生的根基，阿弥陀佛全晓得。啊，你的心善、言善、造作是身善，你有三善，佛来接引。 你不善，佛以善巧方便帮助你断恶向善啊，帮助你破迷开悟，用佛法可以得天下了。 用佛法可以治国家了。啊，中国古时候，啊，特别是最近的三朝：元、明、清。 这个三朝，这些帝王都用儒释道来治国。啊，蒙古大藏经序文里头有记载。啊，他们用儒治国，群书之要。 用佛教民啊，怎么样教老百姓啊？教人民用佛，用道，祭祖宗，祭天地，啊，祭山川这一些神明。 包括祭祖中，全用上了。啊，做的最好、最完备的，是清朝的初年，太平盛世。 一百五十多年了，在中国历史上过去没有啊，啊，有太平盛世没这么长久，啊，清朝你看看，康熙六十一年，啊，雍正、乾隆、啊，嘉庆。 前面一段，合起来差不多一百五十年。啊，那个时候中国的国力是世界第一，没有人能够相比的。 真正是世界第一大国，啊，清朝最盛的领土，西伯利亚是中国的，西面的领土到厉害。啊，现在我们的领土跟清朝最盛的时候相比。 失掉了一半啊，所以我们应当向阿弥陀佛学习啊，发愿要发真愿。 要发大愿啊！至少我们也跟阿弥陀佛平等于我们到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真弟子啊！将来继承阿弥陀佛的事业。 持正经中，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之意。啊，我们这个经前面读过啊，啊，这一句说的好啊，一切诸佛成道。 啊，成道之后啊，是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啊，所以佛国土有差别。啊，佛度化众生的语言也有差别。恒沙，指印度的恒河之沙。啊，恒河的沙很细。 很多，用它来做比喻，啊，四维，东西南北四方，四方有四角，我也是角，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这叫八方，八方再加上下，就是十方。啊，《华严经》上用十代表圆满，就这个意思。啊，这是四方四维上下。啊，边照。 东方很沙佛查南方横沙佛刹，西方横沙佛刹，乃至四维上下，就是十方。啊，十方横沙佛刹，没有一个漏掉的，圆满。 普照，叫光明遍照。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光中七尊，若化顶上圆光。啊，佛头顶有圆光。 啊，佛的身体也有光明啊，圆光可以放大，或者一游行、二游行、三游行、四游行。 啊，游行是古印度长度的单位啊，和百千万亿游行，这是。 说弥、啊、陀光明跟祝福不一样啊，那么祝福光明呢？合照一二佛茶。合照百千佛茶。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茶。 这个祝福就不能比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顶上圆光，佛有顶光，有生光，那这个地方是讲的顶光。 优选那印度表示居里的单位。古时候帝王一天行军的礼数交易优选啊，或者说呢是四十里，或者讲啊是三十里。 距离有很多种说法，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佛陀在世，印度这个地区没有统一，啊，都是部落，跟中国周朝时候一样。历史上记载，周朝那个时代。 中原的地区，啊，也就是黄河流域跟长江流域，范围并不大。这个地区多少个国家呢？八百，诸侯国，八百诸侯啊！啊，那么一个小国都是独立的，都主权独立的。 啊，周天子是大家共同尊称他的。啊，周没有统辖的权啊，而是周的政治办得好。周多大呢？历史上记载，周的国土一百里。 他的国就这么大，一百里啊，啊，商汤七十里，啊，文武周文王、周武王那个时代是一百里，啊，那么所有的这些诸侯国都尊重他，因为他的政治办得好，啊，都向他学习，啊，所以。 他是一切后果的精神的领袖啊，并没有统一，没有隶属的关系啊。啊那么每一个国家由他自己长度啊，一里，这个国家。 啊，像现在我们讲公里，一公里是一千公尺。啊，中国华里，啊，一公里是两华里。你看，我们中国的里跟公中的长度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在印度当时，有些国家一游行四十里，有些国家一游行三十里。 不一定。啊，没统一，中国统一，秦始皇则统一了。啊，度量衡同意了。《我一摩经》赵公注是僧肇大师。啊，他的《维摩经》注解里头说：“游行天竺，李素的名称，上游行六十里。” 中游行五十里，下游行四十里。这是在那个时候很普通的说法。那么，以上差别啊，差异、啊，以上差异，盖有中阴两可。 从古至今，度量衡单位啊常有变化，啊，且行军一日之里程呢，本非衡量，啊，不是固定的，啊，行军有的时候走得远一点，有时候走得近一点，啊，中日战争时候。 我们是学生，学生跟军队一样，也常常行军。啊，一天走的少的华丽，华里六十里，六十就是三十公里。啊，一天走最长的，一百二十里，啊，一百二十里六十公里，啊，天没有亮就开始走。 走到晚上天黑，啊，一百二十里，啊，每一天都是我。长短没有一点。那么从夜游行到白天，佛刹表。 诸佛光明所照之远近，以此对比。啊，诸佛光明跟他前世行愿有关系。啊，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 无量无边，佛刹，邪弥陀光明之独身，以正弥陀光明最为第一，超越十方。这是这一品经内容的第一段。啊，首先说出来，形式。 阿弥陀佛，书胜。那么，为什么？所以，佛佛道同。为什么阿弥陀佛特殊？啊，下面这一段呢，把原因说出来了。祝福光明，所照远近。 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欲计。这话说的很好。啊，佛佛虽然道同，啊，道虽然同。 是没有问题，可是每一个人在阴地上修行不一样，发心不一样，所以成佛之后所现出来的一正庄严，那就是大同小异，有差别，不是完全相同。 我们看念老注解，此这第二段，正邪弥陀独身之因。啊，前面说阿弥陀佛光明遍照，啊，超越十方，超越超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那、啊、为什么？上一篇说清净庄严超于十方，是讲的依报极乐世界的环境。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不能跟他相比。 那么金品呢，又于设方诸佛所不能及啊。下面又说，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底下一段经文就有。 与平等法中，而又有如是差别者，盖由于前世求道之本愿不同啊。我们刚才说了，纵然是同发四红誓愿。 每个人是红生十愿的修行功夫境界不相同啊，众生无边是愿度。你是不是真的做到了？这个人我喜欢他，我要读他；那个人我讨厌他。 我才不读他了。那中层就开除了一个了。啊，所以不一样啊。有人心量大了，有人心量不大了。啊，断烦恼，有人把烦恼断干净了，有人断的一半，他就不不再断了。 啊，学法门亦如是啊！啊，有人学一些觉得很满意了，有人在深入啊。所以成佛道也不平等，就这个道理。啊，看四弘誓愿，你兑现了多少？这个与心量。 与毅力、与忍耐、与精进有大关系啊！成佛之后，这个差别就出现了啊！理上讲是完全相同，事上显出来不一样。 啊！弥陀第十三大愿有这么一段经文：“我做法事光明无量啊，普照十方，决身祝福，胜于日月之明千万。” 一杯啊！这个是法藏比丘在阴地上发的大愿，他发的大愿都兑现了，这一点了不起、啊，圆满的兑现。 啊，所以，我们对四十八愿要真正相信，不能有丝毫怀疑。我们的利益了，如果有丝毫怀疑夹杂在里面，对我们的伤害就很大。啊，怕的是什么？ 临命终时不能忘生啊！决定不能怀疑啊！决定相信释迦牟尼佛没有妄语，相信阿弥陀佛。 愿愿都究竟圆满，所以十方诸佛才赞叹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是祝福赞叹呐、啊，赞叹到极处啊！ 啊，那我们对释迦怀疑，就是对祝福怀疑，啊，也是对阿弥陀佛的怀疑，有这个怀疑，决定不能往生。我们看下面，是义。 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啊，预计是预先设计安排，没有，完全是夜莺果报，丝毫不爽。 啊，这一桩事情，我们冷静、细心观察、思维，慢慢就明了了。我们眼前就有许多事、啊，不是计划，也不是预计的。 啊，有的他就成就了，有的他就不能成就。啊，是你没有法子预计的。啊，这是什么？这是因果。 自然的感应啊，所以念老幕后这一句话讲得很清楚，直到你成佛的时候，一定是。 如其本愿而行光明，你的愿心越大，光明越大。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量大复大。”啊，人为什么不学着包容别人？ 能包容别人的人，福报大了，将来祝福光明也大。啊，不能包容，心量就小，福报就不大。你在这个地区。 你的心能包容这个地区，你在这个地区地位最高，啊，财富最大，叫福报最大。你的心量要能包容一个国家。 你肯定是国家领导人，啊，在这个国家里面，你的福报最大，你能够再扩大包容整个地球，那你就是转轮圣王，啊，在这个地球上，众生福报不能跟你。 那么，阿弥陀佛的心量，变法界虚空界。中国古人所谓“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个把心量说到了极处了。啊，这个心量是什么呢？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心目之中没有我人啊！弥陀心中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这是多大的限量！啊，本来是佛，现在为什么变成众生？是因为他一时迷惑了。本来是佛。 并没有失去，只是现在变成一个糊涂佛，如是而已。别人不尊重他，阿弥陀佛尊重他，阿弥陀佛帮助他破迷开悟。 回头是岸、啊，他就是佛啊！啊那么，这是阿弥陀佛的心，阿弥陀佛的事业啊！弥陀不干别的事业，就是帮助这些迷惑颠倒的佛恢复正常。 他就干这个事情啊。那么极乐世界就是他的工作场所啊。受方世界的众生有什么人介绍过去呢？一切诸佛如来啊。换一句话说。 诸佛如来教不了的人，都送到极乐世界去。啊，阿弥陀佛在诸佛当中是最优秀的老师。啊，别人教不了的，他教得了。啊，他有善巧方便。啊，像正像本经所说的。 三种真实，他去做了。真实的智慧，真实之际真实利益。啊，用这三种真实。 帮助众生呐、啊！啊，帮助众生回头啊！帮助众生回归佛位呀，那本来是佛。所以大极乐世界保证你一生成佛，而且是快速的成佛。 这是不可思议。我们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行光明甚啊，光明殊胜。那么这第一段祝福、记载、赞叹到基础。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 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有因有果，因果如印了。日月之光。 在我们这个世界是没有能够相比的啊！那我们自信的光明，日月不能相比，日月太小了。 啊，这里用了个数字，千亿万倍，实际上不止啊，无法形容啊，啊，何止千万亿倍？这光中寄存啊，这是从。 智慧，上面说的啊，佛中之之王，这是从四业上讲的。每一尊佛，他有他的教区。 啊，像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的教区是娑婆世界。啊，这个世界有多大呢？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三千是说一个单位世界。 啊，单位世界是一个须弥山，须弥山的山腰有死亡天，山顶有套李天，再往上面去是在空中，不在地面，有夜摩天。 夜摩天上面有斗帅天，斗帅天上面有花落天，花落天上面有桃花自在天，这叫欲界。这以下一些众生都有欲望，啊，不过呢，欲望啊，欲望上去越淡薄，他有。 如果欲没有了，欲没有了，不再欲见。他到色界去了。啊，色界有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初禅三天，二禅、三禅都是三天，四禅有九层天。 啊，所以色界有十八层天，啊，欲界有六层，无色界有四层，总共二十八层天。啊，这讲一个单位世界，六道轮回。 像这样单位世界一千个，啊，一千个单位时界。成为一个小千世界，啊，在以小千世界为单位，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在以中千世界为单位，集合一千个中千世界。 叫一个大千世界，因为它有小千、中千、大千啊，所以称它做三千大千世界，并不是大千世界有三千个，不是一个一个大千世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那么你就晓得，三千年前。 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印度，啊，八十岁他就灭度了。他是不是真灭的？不是啊。啊，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区三千大千世界多大啊？那先要晓得单位世界多大啊？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 单位世界是银河系，啊，这是单位世界。那么一千个银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啊，再乘一千，一千再乘一千，十万亿个银河系，十万亿亿个银河系是释迦牟尼佛教区。 我们今天天文学家还没有看到十万亿之外呀、啊，没一处释迦牟尼佛教区啊！啊，那么像这样的大千世界，在太空当中啊，无量无边的、啊，无法计算的啊,啊，一尊佛，最小的范围。 就三千大千世界啊，有的佛，他教区是两个大千世界，有教区是五个大千世界，还有十几个大千世界，各个不相同，因地法院不一样啊，啊，国地上也就不一样了。那这样说起来了，阿弥陀佛的教区最大。 为什么他佛光所照之处，那就是他教化达到的地方啊？他的教区太大了啊！你看，光明普照。 无量无边无数佛刹，啊！凡是弥陀佛光所照的，就是他的教区。啊！一切诸佛没有不劝众生的。 往生极乐世界没有啊？怎么劝法？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讲无量寿经，讲观无量寿经，讲阿弥陀经，这三部经。 劝导大家，幸运之名，求生净土。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无量寿经。 我只讲一遍呢、啊。根据我们现在留下来的五种翻译的本子，把这五种本子对比来看，啊，这些祖师大德们肯定，啊，至少。 传到中国来，《无量寿经》的梵文原本不是一种，一种翻出来的肯定大同小异，不可能有很大的差异。那么这个经有很大差别，断定释迦牟尼佛多次宣教。 才会出现这个情形呢，特别明显的原文那现在五种一本里头，有两种四十八元，有两种二十四元，还有一种三十六元。 这是决定不可能错误的。同一个本子怎么能这样犯法？啊，断定三个不同的本子。啊，那么《无量寿经》在中国总共十二次翻译，七种本子失传。 如果这七种本子要是在，可能那个院的数目可能还有别的出现啊，所以古大德断定，世尊讲《无量寿经》，至少是三次以上讲过三遍以上，还有七种本子没看到啊，这个。 三十六月、二十四月、四十八月，这是确定的。多次宣讲啊，那么附带讲的这就太多了啊，有一百多种经论啊。佛讲的时候，常常劝大家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我们有理由相信，十 <coughs> 方世界所有诸佛如来，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苦口婆心的、啊、劝大家信运、持名，求生净土。啊，为什么？这个法门无比殊胜。 这个法门没有障碍，这个法门不靠自力，全靠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引导我们呢。 圣道极乐世界，就做阿维越之菩萨。这是许许多多菩萨生闻缘求，都不敢相信啊！所以称为南信之法啊！谁能相信呢？ 佛说的好，唯佛与佛，只有佛跟佛相信，他们知道。啊，等觉一下，好像隔罗见月，啊，晚上看月亮。 隔着一层罗纱啊，这是丝制品织得非常之精细啊，看起来是好像透明的啊，还隔一层呢啊，佛。 祖师这些话了，都真正是苦口婆心，到基础啊,啊，善意、好言劝导我们，我们真正能接受了，真正能相信，不再怀疑了，那就恭喜你，你这一生必定成佛。 啊，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能够相信到什么程度？总还有疑问。要是没有疑问，马上就放下了，就完成了。总还有疑问。那么这个方法，就要靠这一步精教了。 这个回集本是五种原译本的集大成，啊，最好的本子，啊，五种原译本里面字字句句不缺，全有，啊，重复的剔掉了。 不重复的，通通去做。那么再加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集注啊，及八十三种经论、一百一十种祖师的著书，来注解这个经文。 换一句话说，我们读这个经，读这个注子，就读了一百九十三种著作。啊，这一百九十三种，包括世尊四十九年所受的一切教义，啊，大乘小乘、咸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都涉及到。 啊，这个经跟柱子里全都有，你得到的是释迦圆满的教法。啊，这个本子太好了，这个本子确确实实能度世尊，往后莫发九千年众生。 皆成佛道啊！其他的法门不行了，那要断烦恼才证菩提。这个不要断烦恼，待业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就证菩提了。我们非常幸运啊，在这一生当中的人生，文佛法。 又遇到这个经本跟出去啊，这太幸运了！我们上一辈没有遇到啊，啊，我们的老师看到这个经本，没有看到出去。 啊，老师的往生这个经本还没有传到台湾，啊，所以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真干。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